多謝主席。剛才我提到有關呢個嘅，即係員工嗰個嘅發展同埋增加，都係主要係內地嘅辦事處啦。咁就講翻到內地嗰個嘅職責咧，即係基本上係冇評論，亦都冇呢個嘅研究啊，導致到好多嘅發展咧係對香港不但冇正面嘅效果咧，反為有呢個負面嘅成分。嗱，其中一啲2014-2015年。如果就翻綱領二嘅職責咧，佢就話繼續深化與內地嘅區域合作，特別以廣東、北京、上海啊等嘅地區咧，就為呢個嘅目標咁。其實香港人就越嚟越唔想同內地咁多緊密合作啊，更加唔好話所謂呢啲深化嘅合作係嘛？即係香港人強調嘅就我哋要捍衞翻本土嘅特色啊，捍衞我哋嘅核心價值，我哋啲傳統行業咧要繼續保持，因為越多呢啲合作咧，就會令到香港嘅本質咧係逐步呢個嘅消失啊，即係被同化又好，被呢個消滅又好，被呢個紅色資金取代都好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咧係絕對對香港不利嘅。香港幾十年嘅發展咧，即係由呢個戰後到家下，唔好話戰後啦，即係由呢一個嘅辛亥革命到家下，係嘛都係。按本土自己嘅特色啊，而呢個嘅發展無需配合嘅，咁多年嚟過百年啦，都冇呢一個嘅中央統籌下配合香港同埋鄰近地方嗰個嘅即係角色嘅定位，同埋有關呢方面嘅緊密合作咧，更加無需深化。咁就所以即係基於頭先所講嘅理由咧，我覺得呢個內地事務根本無需要呢個成立，更加無需要設咁多嘅辦事處啊。咁就頭先講到個政改諮詢咧，有一啲嘅評論咧，根本呢一個嘅所謂嘅政改嘅諮詢，2017年嘅行政長官辦產生嘅辦法，同埋2016年立法會產生嘅辦法，所謂嘅諮詢同埋有關嘅報告咧，基本上係一個假諮詢，有啲認為咧呢個係一個世紀嘅騙局，係嘛？即係既然係有呢個嘅假嘅成分，同埋有呢個行騙嘅成分，咁更加理應咧係要呢個嘅推翻同埋呢個否定。咁就綱領二咧就其中一個主要嘅工作咧就係要落實粵港合作框架嘅協議。主席，即係好多市民對呢個所謂粵港合作嘅框架咧，越嚟越質疑，即係同埋當年制定嗰陣時咧，即係都係呢個嘅即係政府啲高層啊，自己閉門會議咧就達成呢啲協議。第一，關於嗰個範圍，即係香港市民都好少機會俾意見，咁而最後呢個協議得以落成，可以好清楚咁樣指出咧，並非香港人嘅意願。咁既然係咁，即係你冇員工去落實去呢啲協議嘅話咧，反為係為香港做一件嘅好事。咁其餘好多嘅細節啲嘢，我唔詳細講啦，主席，因為涉及到好多有關嘅工作咧，又話即係要力爭呢個港珠澳大橋喺2016年落成啊，呢一個嘅深港呢個嘅鐵路嗰個興建啊，其他呢個加快咩深圳東部過境高速公路啊。推動擴大跨境貿易，同埋呢個嘅投資呢個融資等等嘅問題啊，咁啊有咩探討香港海關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等等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基本上都係會加速中港呢個所謂中港融合。中港融合呢其實即係呢個係中央用嘅詞句，其實在香港人嚟講呢，中港融合呢等同係將香港變質，將香港呢個嘅港共化，將香港赤共化，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呢即係絕對唔應該呢係呢個接受。咁另外綱領三呢，主席，即係當然我諗香港好多人對香港同其他地區嘅接觸，特別同台灣嘅接觸，即係必然係歡迎呢，因為香港人去台灣嘅數字越嚟越多嘅。其實你唔使任何香港辦事處喺台灣呢，即係香港人
即係願意移民去台灣，或者投資去台灣，或者台灣旅遊越嚟越多。因為特別最近你家下香港人唔會去呢個泰國啊，唔會去馬來，唔會去呢個嘅菲律賓啦。咁變咗即係台灣、南韓同埋呢個嘅日本咧，即係近期已經成為香港人最優先選擇嘅旅遊同埋探訪嘅地區。咁所以好多呢方面嘅發展咧，當然官方嘅聯繫即係未必冇咁嘅需要，咁但係即係台灣方面基本都唔係好想同香港政府聯絡嘅。咁同埋台灣啲官員唔好話乜啦，有時有啲高官嚟到香港唔俾入境添啦，係咪都試過呢個例子啦。咁所以即係李家下要增加多台灣方面嘅聯繫，某個程度上係執行中央嘅政治嘅任務啫嘛，係咪？咁但係已經過曬期啦，已經過曬需要啦。即係當初即係中央喺內地喺台灣未能夠發展呢個政治工作嘅時候咧，香港有個角色嘅。但係嗰陣時香港啲官員又呢個被動，同埋又唔夠膽主動去發揮呢個角色，係嘛？即係當年揾董建華做特首，其中一個成因咧，就係董建華同台灣嘅關係有緊密嘅聯繫，同埋有呢個嘅即係深厚嘅關係。咁但係即係過咗十幾年咧，香港係未能夠充分發揮呢方面嘅角色咧。我關於個政治嘅角色啊，唔係我哋話認同嘅角色。咁加下次去做嘅話咧，基本上係浪費公帑。你睇翻佢工作好多嘅，台灣辦事處嘅綱領係嘛？加強與中央政府、內地各省市政府同埋其他部門。喂，香港辦事處喺台灣嘅辦事處，幾時輪到你香港嘅辦事處喺台灣嗰度要加強與呢個中央政府、內地各省市部門？以及台灣有關當局的聯繫同埋呢個溝通啊，係嘛？狗屁不通嘅呢個直情係，係嘛？即係你要幫台灣同中央政府各省市聯繫啊，係嘛？自己都未搞掂啦，唔好自視過高啦，加都唔知九千幾萬個渠道喺台灣做緊嘢啦，係嘛？人哋都唔知幾有力啊，有錢有力，你香港又冇錢，係嘛？即係人哋用錢都搭瓜你啦，加下內地嗰啲嘅部門喺台灣推廣嘅工作。係嘛？你香港一樣啫嘛。香港啲香港嗰啲咩同鄉會翻到內地，唔好話同鄉會啦。你梁振英啊，都689啊，成日都受到呢個免費接待啦，超級豪華接待啊，翻到呢個內地。咁所以你香港要喺呢方面發揮角色，即係絕對係一個嘅不自量力，係嘛？即係喺身份上、資源上、關係上，都完全可以話係即係冇呢方面嘅資格。咁另外就話呢個辦事處就鼓勵及吸引投資者嚟香港，以推廣香港作為亞洲投資同埋營商中心嘅多項嘅優勢。咁啊，即係台灣人即係嚟香港都越嚟越少啦。以前就唔同，即係以前即係呢個台灣同內地未有直接呢、這個通關之前咧。即係未有直接接觸之前咧，香港有個好重要嘅地位，因為台灣好多嘢運去內地咧，都要經香港。即係其實通過佢哋嗰個直接通關之後咧，香港呢方面嘅角色都完全冇啦。所以台灣喺香港嘅投資同埋個經濟嘅活動咧，即係近年咧都不斷呢個下跌嘅啦，已經。咁所以要去推廣根本係浪費公帑。咁我一陣間再補充其他方面嘅資料。